好，提醒大家这两天都有下雨哦，天雨路滑，开车要特别注意了。在嘉义县的水上乡下午又下起了大雨，这台车行经台82线快速道路的时候呢，疑似转弯的时候天雨路滑，失控打滑，发生了车祸。目前最新情况，我们连线请智慧为大家报道。智慧，请说。好的，主播，那么透过画面可以看到，男性驾驶因为胸部撞伤非常的不舒服，他手按在胸前，在朋友陪同下坐上另外一台车躲雨。那么从事发以后呢，雨势都相当的大，没有减小的趋势。除了男性驾驶，其实当时车内还有另外一名女乘客也受伤。我们来听一下消防队员的说法。右眼眉毛嘛，嘉义县水上乡上午下起大豪雨，黑色轿车在行经台28线东西向快速道路的弯道时，疑似因为天雨路滑打滑失控，先撞上中央分隔岛护栏，再失控往外车道滑行停住。后方呢有一辆小轿车发现了，还好及时刹车。不过失控的车辆车头被撞凹陷，当时的驾驶和女乘客都是受困在车里，还是消防队抵达才将他们两个救援脱困。目前车祸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。那么，相信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形。